家人们，给大家做个糖醋蛋，生抽、醋、番茄酱、盐、白糖、淀粉少许、水少许，起锅烧点油，放入模具，把蛋打进去。蛋煎好了，家人们，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好蒜末还有小米辣，起锅烧油。蒜、小米辣放入锅中爆香，放入鸡蛋，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。出锅了，家人们，撒入葱花。糖醋蛋做好了，家人们，开吃。哎呦，看。太美味了。